母女前奏三個八，低一段52拍，有間奏4拍。間奏出現咧係喺12點，其實做一個方向，跳完2次翻嚟就做間奏，跳完6次翻嚟喺度做間奏。ending 做完第7之後，第8次咧就係 ending。ending 係跳前面嗰12拍，去翻12點咧就係 ending。我而家冇做講解，第一個八開右腳，前側後轉，前後轉叉叉，係嘛？踏點踏點點點，380接步，前後橫前搖曳。3、4，七七七搖擺，第八，前後七七七，前後翻轉踏，搖去之後搖擺七七七，搖擺七七七，跳曬。好啦，當我跳咗2次啦，準備做第3次咧，就做個間奏，前後搖擺。好啦，做咗第6次、第7次啦，第8次咧，我哋做12拍咧，就係 ending， 就係前側後轉，前後轉叉叉，踏點，咪轉翻去，收埋左腳翻嚟，轉咗12點，就係 ending 啦。